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救生团啦、啊。我们现在用救生团的名义来跟大家提一个案。那提案部分就是，我们还是先感谢今天的整个大松的协助，各类的小帮手跟赞助单位。好，那其实历年来，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，都是透过大家的志工的出力出钱来举办黑鹤松。好，那期待今天的大松顺利圆满啊，因为我们其实大概可用资金大概会见底了，好，所以今天是三月啦，所以我们预计五月份的大松应该先，因为有商业关系，应该是不会举办。但七月要不要举办，就要看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资金。我很快解释一下图面上，我们大概目前社群基础建设每个月的支出大概3.5万，那目前的定期定额，感谢大家的捐款，大概是有达到2.7万的一个实收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还是有一个每月的缺口。那这个缺口过往，我们从大概2014年到现在的缺口，原则上大概就是由救生团这个努力募款赚钱养生啊。所以这边的故事也待会可以看一下 Ronny 写的一个回顾文。那接下来当然就希望大家来一起，例如针对这个基础建设，刚才其实有提到有一些项目，或许大家可以有一些技术的解方或者其他的方案。那欢迎大家进入一个 Slack 频道，一起担任这个救生团的志工。所以更直接的，如果你愿意做定期定额捐款人，也欢迎你一起呼朋引伴来救生。那捐款的 QR Code 跟网站大家都可以去查阅。那我觉得至少救生团这边可以承诺一些的，如果达到的每个月定期定额多少的项目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举办，这些都蛮开放的讨论，就欢迎大家一起来筹划。好，那这如果你缺帽子或拖鞋的话，我们也有一些商品，这边也可以让你参考。那加入频道，我们可以再讨论更多一些发动捐款募款的这个企划的扩散方案，好，怎么帮忙，还有一些想法可以请Ronny来分享。好，那今天主要可能需要大家帮忙的有几件事。那第一个是希望大家来帮忙征文，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最重要还是定期定额，因为定期定额才是一个让 GEVK 或者黑客松可以稳定下去的一个资源来源。所以就是请大家帮忙写文，让大家来定期定额吧，就算一个月300块钱也 OK。那或者是说能不能帮忙找到一些或者帮我到下一页好。就是第二个，就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说，诶，大家可以接受 GEVK 的黑客松有什么样的改变。例如说，我们其实是不是不办大松，而是改办60人或40人规模的松，或者是大家能不能接受一些奇怪的一些赞助捐款？例如说，本日的食物由XXXVPN赞助，然后这个XXXVPN 吧吧，我们可能开场会有2分钟的时间在介绍XXXVPN，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？那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样换到一个，譬如说当天的3万块的大松食物是由他赞助，但是我们这样介绍，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？那如果可以，欢迎大家介绍这样子的可以赞助的。对，那大家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？会不会今天是什么华为或什么来赞助？大家可以接受吗？之类的，对我们这都是我觉得今天可以来讨论的，就是无论是食物，无论是黑客松规模，大家可以接受到我们为了让黑客松G8就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好，还有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请大家今天一起来讨论怎么救松吧。然后 QR code， 然后以及就是鼓励，请大家就是来分享说定期定额比较重要，所以就算一个月300块也 OK， 就是100块也 OK， 对，100块也 OK。对，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下去。对，然后今天捐款的都会出现在这个下面，所以欢迎大家现在随时玩玩看，捐款功能就会跑出来了，很好玩哦。好，谢谢。